也要上天了，就上天了。晴天加上晴天，这运气特别的差。然后杯咖啡压压惊，很好。然后我们的我们的那个远古种子完全没有动向，哭啊！哎，我是不是有一个没中到啊？哎，真的哎，我几个没中到哎，完全没注意到。不中不中，要么没中到，要么被吃掉。这里，OK， 走吧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Hello。哦，这边没办法看到那个社区的那个什么哎，等一下。没关系，我们去罗宾那边好了。这个吧，选手不知道你要什么 ，Let's go。先去找皮埃尔，把他那个遗失的名单给他，然后我们再去找罗宾。我们需要那一个东西。没错，还在上面。哦，它可以卖四季的那个东西的。OK， 可以了，拜拜。法师还没满，法师，我们先去找 Jody 吧，把 Jody 拉满。Jody 跟肯特两夫妻好了。Jody 肯特，然后还有哈维也要拉上来。就迪肯的哈威，然后也要拉三迪跟雷欧，三迪比较麻烦，因为要去一个 B。得，九迪，这大家不要发发个，别逃啊 ！OK， 好，嗨，岳父，我记得我跟你还没满，对不对？吃点吧。950块木口跟50万，我木头也不够，算了，拜拜，我当作没看到好了，假的。Hello， 哎，我那个箱子还在耶，哟，为什么四个？啊，最不想要的两样东西，拜拜。哦哦，谢米莉耶！现在放弃的话，比赛就结束了。不管我事情，不管我事情。哎，等一下，那星星在那边坐着哎，等一下，他应该埋在北边。还有一个埋在北边啊！我是那里错过了吗？所以我在给他香蕉，是不是？那位大叔看起来渴望香蕉，我去拿香蕉试试看好了。等一下，哦 ，OK， 啊，走吧。呀，你在这里耶！阿姨，你这样叫人家阿姨真的好吗？是你要这个？我没办法给他。
那算了，拜拜。埋在北边啊，说我们又要去火山找了，是不是？埋，关键是埋。但会在哪里啊？我没找过哪里啊。我要喊救我，是不是？观众救我！我还有哪里没有挖过？我完全看不出来诶。那要什么？他说我还有一颗金核桃在这里，可是我敲了那么多，我还是没有看到。他说他一颗金核桃埋在北方，这是他给的资讯。那你看，我都该敲的地方我都有敲了，就是没有，对不对？现在都敲了，没有，都没有。那我睡着了，找不到啊！今天我们总共赚了6000，哎，没有61203。OK， 好，第四天。我们再找找看吧 ，Let's go！ 晴天加晴天，赞哦！天阴气浮浮，那、Let's go！ 我决定了，我要把全部的树砍下来再看看好了 ，Let's go！ Hello， I'm back。OK， 我决定了，我把全部树砍下来再看好了。反正这些树还会再长嘛，对不对？呼，这什么？三个藏在西边。哎，对啊，我为什么要给你这个？对不起，我给错了。东南，三个藏在西边，西边是我的家那里，对不对？还有三个，这里还有三个，完了，我真是脑瓜疼，脑瓜疼。他、那边还有吗？这里，哦 ，OK， 还差两个，还有哪里？哦，还有这种东西，我不知道。花那边，花哪里？什么花那边？哪里？哦，你说这一个？哦，哦喂！没有了。右边的森林，哦，你说这里面哦，这里面去过的、我记得我去过的、呀，我在哪里？哎，我还没有来过吗？等一下，为什么印象中我好像来过？呀，我卡住了，我在哪里？哦，哦。哦，为什么我没去过的呀？完成，完成，完成！哦，你看有观众就是好，观众是神奇之人。我卖差两颗，哎、还不讲话嘞？为什么？为啥不告诉我？哦，要明天哦，那你们等我一下好不好？我先把我家里的东西先弄一下，然后我们再去找北边。他目前我知道的是北边还有一个，北边埋着的还有一个，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在火山里面的不什么东西箱子里面，我记得他是这样描述的。当然我描述当然是描述到有点奇怪啦，但是你们不好意思就好了。
算了。没事了，我懂了，可以了，好了，我们可以下去了。我们现在差一颗，最后一颗 ，the last one。好，先睡觉，先睡觉。结果是最明显的没拿，真的哎。OK， 我们今天总共赚了，不错，19936。OK OK OK。